Quote，我是第装，几我说个？我装第二节哈。嗯，Distraught, I am distraught. OK, distraught 什么意思？嗯，这个是老师，我听您说是心烦意乱的。Yeah，心烦意乱，distraught。OK，distraught。OK，所以心烦意乱指的是，通常是指什么样的事情？心烦意乱，distraught。他遇上不好的事情啊，老师。遇上不好的事情，还有呢？心烦意，这是一个形，可以说是一个形容词哈。I'm distraught。distraught 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被动式。OK，好，所以 distraught，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心里面很烦，或者是说比如说被伤害了。OK，被伤害了，这个也是 distraught。I am distraught，我就。已经是被伤害的，我已经是这个心烦意乱的。第五节，丁老师，我有个词。好，稍等一下哈。OK，所以 distraught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先问一下 Naomi 有没有什么问题？distraught。嗯，这点明白了，老师。Right，OK，I'm distraught。distraught 就是。很烦恼，比如这个事情让我很烦，很烦，而且烦到就是觉得几乎要发狂这样子，OK，然后心里面很被搅扰，OK，所以如果跟 trouble 比起来的，I am troubled 跟 I'm distraught 的程度显然要更深一点，OK，如果你要说你是因为什么事情而被心烦意乱，OK。很困扰的话，OK，所以你可以后面加一个 with，I am distraught with 什么事情？OK，I'm distraught with my marriage，我的婚姻里面出现了问题，OK，或者是说我。有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哈而 distraught，比如说 I'm distraught with my 什么，with my children。OK，I'm distraught with my，所以 with 什么事情，因为什么事情很心烦意乱。OK，我们就可以用 distraught。OK，好，刚刚是 Christina 是哪一第节？五节，金老师，我们来五看一十下。五章的第五节。好，第五节我们看一下第五节。